无论是来美国旅游购物，或是回国探亲，都需要买伴手礼。今天就为大家介绍下美国哪些好物必买。美国人爱吃薯片和各式各样的糖果，糖果类像是小熊软糖，各式各样的酸糖造型都很可爱，可以买大包装，这样比较适合送礼。还有各种坚果，特别适合送长辈，而且每一种坚果都有很多的口味。各种美国特色风味的饼干也是不错的选择，比如说像山棉花糖米酥、小熊饼干、 Goldfish 都可以买一些。巧克力也是必买零食，价格也是比较合理的。相信很多来美国的小伙伴都有帮朋友亲戚买包包的经历，特别是 Coach 包，很多人喜欢，赶上折扣，价格是比国内专卖店便宜，而且很多款式还是当季的， CP 值很高，送长辈也很棒。除了 Coach 还有 MK， 美国经典品牌拉夫劳伦，纽约原创设计师品牌凯特斯贝，这些都值得购买。来美国保健品是必买的，像是叶黄素、 1000mg 维生素 C、 Bartersby 小蜜蜂的系列产品、维谷利、维克斯丹姆草本药膏、切尔氏的亚马逊白泥，或者是金盏花化妆水、海洋娜娜，这些基本都是必买款。如果你喜欢美式风格的服饰，来美国就千万要把握好机会。美国的衣服便宜，质量又好，运动品牌像是耐克、安德玛，牛仔裤像是 True Religion、 JN、 李维斯都不错。户外品牌可以看看哥伦比亚，美国风格的品牌像是 J. Crew， 男装的话可以看看汤米·科尔福格。美国英是美国年轻休闲品牌的领导者，它是将学院风格和最新时尚的潮流相结合，是现在北美最受年轻人欢迎的品牌之一。另外要提醒大家，在美国网购非常方便，如果你是来美国旅游出差，建议你可以先在网上选好你要买什么，放到购物车，然后等你知道美国地址的时候，可以寄到你美国住宿的饭店或者是 Airbnb， 也可以利用亚马逊 Locker 取货。以上就是美国必买好物的推荐，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。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视频，记得按赞、订阅和转发，感谢您的关注，我们下次见。